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今天是圣诞节，愿主降生的平安、喜乐和盼望能驱散你心中所有的阴霾。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，在这无法把握自己的环境当中，愿主保守你、看顾你，愿主的荣光照耀、引导你，愿你的每一次心跳都与他的慈爱相连，愿你的每一个步伐都有上主